哎呀，该怎么说呢？我是从2005年，然后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是五一劳动节，那天天气还挺热，正好赶上夏天嘛，肯定热呀。我上毕业以后，我去找工作。然后到科技大厦转了一圈儿，都没招人。最后到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，在这儿一干，如今是2019年。刨去我中间有半年没有干休息，反正也得十来年了。我那半年去干啥去了呢？我半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家休息，然后的话，是因为，姑父给找了一个工作，在工地干活的嘛，那噪音特别大，得90分贝，80、90分贝的噪音的机器，反正它是一个工厂吧，反正说是跟那个钢管喷漆嘞，好像是那些颜料那一袋就是100斤，根本就搬不动，根本都搬不起来，得手拉着拖着往前走，也没个小车，那是环境粉尘特别多。当时干了半天，晚上我就谁也没跟说，谁也没跟谁说，敲了吧唧的，我就一个人从工地干活那儿直接走回家，走到回家已经是半夜1、2点了吧，差不多，大街上都没什么人了。略过这段时，然后。就说到这儿，然后呢，后边这一干就在监狱这儿干了很多年，十来年了。这十来年了，按说我应该有点手头，应该有点积蓄吧。但是呢，很遗憾，我手头基本上没有积蓄，反而是。身上欠了一身的债，想想我浪费了很多的钱，当时的话，确实浪费了不少钱的，干了这十来年，手头一点积蓄也没有。反而是一身债，因为我买矿机，那时候是2017年，2017年6月份吧，那时候，同事他们都买矿机了，显卡矿机，然后了我也买了，妻子媳妇儿。媳妇儿给垫了5000块钱，剩下1万块钱是从各个地方借，是从那个 QQ 的微粒贷、腾讯的微粒贷、360借条，还有从那个蚂蚁借呗，还有那个万达。公司的那个一个贷款软件，甭提那个公司啊，这个万达这个忘了他那个软件贷款叫什么名了，反正利息贼贵。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，哎，反正是干到现在，把那显卡前一段刚卖了，也算是回本了吧。但是说挣钱嘛，基本上刨去利息，
但刨去还贷款的利息，其实也挣不到几个钱儿，基本上算不算赔吧就。然后还有一个机器是家里边人给资助嘞，花了1.8万，2万块钱差不多。然后的话，基本上到现在来说还是没回本的吧。如今这个币价也是忽高忽低，基本上也半死不活的状态，没什么变化。我想接下来进入主题吧，我就是想说说这个分期这个问题。我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一样，他买不起这个，光想买一个好手机，或者买一个好东西的话，他买不起的话，现在都流行分期。分期的话，基本上每一期的话都有利息，但是，不过花呗有时候搞活动的话，分期的话免利息，能多分几期，基本上。你像这个银行这个信用卡啥的话，都是有利息的，还有那个捷信啥的各种小额贷款吧，都是这种利息。为了买什么苹果的那个最新的手机，一个手机7、8千，一个月才挣个2、3千工资，不吃不喝，你买不起。哎 我就想说了，这个分期这个问题害了现在一代，又害了我们这一代人呐。反正虽然说是促进了这个，就是促进人这个消费，让人多消费。这个要不就是说，这个挣钱难呀，这个花钱快。前一段孩子发高烧，浑身都抽搐了，跟那个羊角风似的，浑身都抽搐了，也是厉害了吧？到医院住了1个星期，出院以后总共花了不到1万块钱吧。唉，要我说这个钱啊，现在这个钱真是不值钱了，都已经。我想说来就是很多人，他本身就只能他的工资就这么多，他还非要。反正怎么说呢，就这个分期呀、什么小额贷款啊这些东西，尽量的不碰就别碰吧。怎么着，手头得留点积蓄吧，不能都花了呀。跟我似的，每个月还贷款，还完贷款了，手头基本上没什么钱了。那生活费基本上都有点困难，到时候家里边接济一点，到时候给点钱，父母给点钱。如今我已经30多啦，然而孔子都说30而立。我感觉我现在我这脑袋瓜子，哎，还跟个小孩似的，还停留在初中时代，都挺好。这个电视剧里边，老二就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做。妈宝男好是叫，
太不成熟了，思维还停留在小的时候那种。我也是，思维不成熟。按说一个人到30岁了，应该从心理到生理，从生理到心理，应该都是同步成熟了吧？应该算是。可是我呢，还是幼稚的，不能说像个小孩吧，反正不成熟。唉，就说到这儿吧。个人的话，还得慢慢还呐。由于我的错误决断，意志力不坚强，导致我现在，身上的负债大概有3万、3、4万块钱。要说这钱儿多，也不算太多，少也不少，3、4万的，顶算是我这一年不吃不喝白干，也不够。唉，这是自作孽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。慢慢还吧。家里边妻子也埋怨我，拜拜，就说到这儿吧，多说无益。